家早，今天12月5号，今天应该是12月4号，星期五，天气阴，那风大了点，所以今天先下山去买我的一些水泥啊那些东西，因为有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先补强的，那今天就先下去买一下材料，顺便到便利商店取货啊，因为有一些来了，那顺便去取一下货物啊，如果可以就可以继续施工。那今天可能会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，所谓简单的就是先试验一下栏杆的部分，那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出门下山去咯，那顺便当然也要买基石料吧。 OK， 出发咯。今天回到山上发觉丑豆呢改变了，怎么改变呢？其实它的叶子都已经因为寒害啊跟风害，它已经被风打到枯萎了啊，因为又冷，所以它整个生长状况突然之间叶子就受伤了啊。这当然还好，因为也没浇水，所以它本身来讲干一点，对寒的比较能够抗疫，所以这个寒害或许也是叶菜类最近又会涨价的主要原因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大叶菠菜跟莴苣的部分，那这都是属于直播的，那我现在越来越像农户了吧你看看我现在播的东西是不是都很整齐，而且不会太密，那显然是我有进步了，嘿嘿嘿，是值得奖励的。那这边呢，我们2天前采收的北葱，我又把它冲种，又开始生长了。所以葱你如果会管理的话，其实应该是非常容易生长的，而且成本也比较低。那这边是青江菜的部分也发芽了。再过来的部分呢是我的香菜，那这一次也是用直播的方式来做处理，那长得也都发芽，长得也不错。这是我们的菜园子3，我们去看菜园子2咯。这是我们的菜园子2，这是大叶菠菜就是上一次呢存活的，然后它旁边是包心芥蓝，包心芥蓝的话呢上一次因为虫害几乎都阵亡了，所以我就在用直播的方式，但是看起来它的生长状况并不会很好，而且感觉上它的虫害还真的是有点严重，那就是看看吧，看它有办法长吧，因为如果没办法长，就代表这个地方是不适合做所谓包心芥蓝的。那大叶菠菜倒是长得还不错，还是蛮喜欢的，嘿嘿，代表说这个是不错的。那至于我的番茄啊也是收，没有很好，所以今年也是非常多灾多难。倒是我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韭菜上次分株以后呢，长得也都还算满意。那接下来是这边的辣椒呢，可能因为太冷了，所以也有点停滞生长的样子。那这是菜园子2，那菜园子1呢，其实最主要的蔬菜呢就是莴苣，包心莴苣的部分，那也还不错啦，只是天有点冷，然后又最近寒害比较严重，所以感觉上没有阳光吧，那感觉上它长得比较垂头丧气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。那前面的青椒呢是有在结果，但是结果的产地也不高。 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菜园子，就先介绍到这里。 OK， 我们明天再见咯。
拜拜。